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节我们的正向报特备的节目啊。今节呢由我许留山，今日就是2021年的12月1号星期三的时间啊。为什么会录这一节的特备节目呢？如果呢有在我们的芒向微信群啦，或者好几个群咧，都会认识到我哋呢一位咁资深嘅芒友新李哥噶啦。咁大家都知道佢啦，呢一段时间咧都因为佢个病嘅问题啦，都令佢几辛苦下噶。咁而我哋都喺今个早上啦，收到消息咧，原来佢已经离开咗大家啦。咁呢个消息咧，真系嘅，主持又好，或者咧认识佢嘅芒友都好，都会觉得咧好震惊，同埋觉得系好伤心、好难过啦。大家都知啊，佢好努力啦，去面对佢自己嘅呢一个嘅病噶。咁而真 B C 啦，今日直头觉得心情差到一个点，就系都好难啊，能够再做到咧，本来咧喺正向报嘅直播时段啊。因为始终啦，唔想因为嗰个情绪影响咗个节目嗰个质素啦。咁我自己咧都有去微信群啦，都留言讲下啦。咁我亦都望到咧，微信群里面咧好多网友可能咧都知道新李哥咧同病魔搏斗呢段时间咧，都真系可以话叫做好辛苦啦。我见到好多留言都讲咗四个字：离苦得乐。嗱，咁呢一句说话咧就嚟自于佛家噶啦。嗱，咁当然咧就唔系由我去解释咧呢个四个字咧应该点样解系最好啦。我哋一阵间咧可以分享两篇我自己认为大师级啊讲得好好嘅，亦都好容易令到大家理解到嘅文章。咁大家一齐听一下咧，可能会更加好噶。我唔知道大家点样睇个苦字啊？嗬，因为每一个人个背景啦，每一个人个生活啦都唔同啦。咁大家遇到嘅苦咧，咁一定系又系唔一样噶啦。就算我哋芒向編輯部嘅主持啦，大家面對同一個網台嘅問題都好，可能咧我哋心境上、情緒上或者個感覺上嗰個苦咧有幾苦咧，可能都有分別嘅。咁講翻離苦得樂呢四個字啦，咁有時我自己都會諗嘅，咁點樣可以離開痛苦呢？離開到痛苦，咁啊當然就叫可以快樂啦。咁又點解我會覺得咁苦呢？係咪有啲咩原因呢？咁有时候都会去谂下嘅，咁当然啦，有啲人咧可能会用一个好理性、好逻辑谂下每一件事点解会咁嘅情况啦，会有啲咩嘅叫前因后果啦。咁亦都有啲人咧会用一个叫宗教嘅角度去睇，咁都可以嘅。如果啦，可能有一啲嘅网友咧对于佛家方面咧有一啲嘅认识嘅话咧，都可能会谂到一样嘢嘅，就系话哇，要离开痛苦咧真系好难、哦。是吗？喂，我人生有数不出咁多嘅痛苦，离开呢一个或者可能第二样又嚟，第二样嚟完可能第三样又嚟，咁离苦得乐究竟有冇方法嘅呢？咁所以有时都好怕㗎，我自己都。如果有啲认识我嘅网友啦，或者比较了解我啲啲嘅啦，都会发觉到我咦，你好似好鍾意食啲偏甜嘅嘢喎。咁当然呢唔会甜得太过分，亦都唔会话不停咁样去食啦。因为有时觉得哇，有时都做到好辛苦喎，都系一种苦嚟㗎，做嘢做到辛苦。咁唔通仲去食一啲好苦嘅嘢咩？咁梗係要食啲甜嘅嘢，等自己感觉上都叫做开心啲呀，係咪？咁正如呢阿台阳之前成日同我讲，哇喺咖啡呀，我就咁揿一杯呢黑咖啡出嚟就饮㗎啦，当苦茶咁咕一声饮咗咪算囉，即刻精神爽利呀。我当时听到就话，哇唔係啩，做人已经好苦㗎啦，台阳享受一杯咖啡嘅时候仲要苦个弟弟嘅，好惨啫。不过唔知点解啦，可能受咗佢感染啦。我有时依家咧就会一啖甜嘅甜食啦，再一饮一啖苦嘅咖啡咧，咁样中和翻去咧，咁样都叫 OK 嘅吓。咁我都开始叫做慢慢咧都叫做习惯到。咁可能有时有啲人咧亦都唔怕呢啲叫做食物嘅苦噶，可能系话我嘅人生啊，比起呢个苦瓜或者呢个苦嘅咖啡咧，苦到不知几多千百倍啦。咁少少嘅苦，咁又惊啲乜嘢咧？嗱，咁今次咧，我首先咧想分享一篇咧。又嚟自于一位我都好鍾意听佢讲道嘅法师，叫做观城法师。佢讲嘅嘢呢都好浅白㗎。咁因为版权嘅问题呢，我唔能够播佢嗰段声出嚟啦。咁唯有呢就用我嘅角度呢，用我嘅声呢去再演绎返佢嗰一篇嘅叫讲话啦。咁讲到啦，离苦得乐四个字讲就好容易呀。做呢，我同嗰一啲佛教中人讲呢，佢哋都觉得好似好难喎、我成日觉得呢万事起头难，点样呢踏出第一步，同埋点样认识到我哋人生里面有啲咩苦呢，係好重要㗎喎、你唔踏出第一步呢，永远呢都係唔知道自己呢能唔能够叫做做得到㗎。鼓起勇气踏出第一步，咁究竟第一步係点样呢？不如呢我哋一起听一听观城法师点样讲啦，好吗？咁以下呢一篇呢就嚟自于观城法师
在广结善缘里面的其中一篇文章就叫做痛苦与快乐离苦得乐的起步。他说到了人生就充满着痛苦，当然也有快乐的时候的，但毕竟苦多而乐少，人对于苦况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所以处于痛苦之中可能自己都不自觉的。我们说人生有生老病死的苦，哀别离的苦，求不得的苦，怨憎会的苦，五蕴炽盛的苦，并不是消极地去否定快乐。痛苦在现实之中举目皆是的。试问当人时常面临到生死病死的威胁，又怎会快乐呢？有些人认为快乐的事情好多啊，由恋爱而结婚，而跟着生儿育女，哇，几咁快乐呢？其实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大家都是因为前生种下的未了的恩缘，而今世继续一起相处，当中有善缘亦都有恶缘。所以古德哲人教我们要慎于做恩，要修持五戒十善，以其共结善缘，遮除恶缘，以免家庭中产生怨憎会苦。咁亦有啲人就话啦，最大嘅快乐莫过于做大官、发大财、着靓衫、享受呢个美食、揸靓车、住大屋。但系喺呢个政治机海里面浮沉，商场嘅人人心险恶，你欺我诈，就算费尽心机、劳心劳力，得到嘅并唔一定系快乐噶。做官可能一时嘅贪欲而搞到身败名裂，投机者亦都有可能因为经济衰退而面临破产噶。现今嘅人喺食肆方面杀戮好大，有损阴德。有啲人认为情欲系最快乐噶，但系淫欲对家庭、对社会带嚟嘅负面影响亦都实在太大啦。不少人因为淫欲而搞婚外情，搞到夫妻反目、家庭破碎。风流不羁者亦都可能导致到恶病缠身、后悔莫及。喜欢麻醉自己嘅人，认为饮酒赌钱是最快乐，但是酒能乱性，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赌钱的人通宵达旦，消磨精神体力，亦都可能弄致到事业颓废啦，负债累累，人生充满着痛苦。我并没有反对人时常抱着乐观的心态去生活的，但我们不可以不承认这些实在是一种痛苦来的。佛陀教人要认识痛苦，分析痛苦的原因，积极咁样去寻求消除呢啲痛苦嘅方法，令到自己达到永远嘅快乐，而且能够令到一切嘅众生都同样得到快乐。这个理念就是佛教所讲嘅四圣谛：苦、集、灭、道啦。须知众生是因为迷惑贪嗔痴而做杀道淫妄，因为造业而招致痛苦。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大家努力咁样去解除迷惑嘅业结，首先多做善因，改恶向善，继而如果人人都能够培养到慈祥、博爱、宽谅、关怀、清净自在的心，人生在世的时候必定会减却很多的痛苦，培植将来涅槃快乐的正因。大家听完观城法师这一篇的文章，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会不会有什么位置听起来跟自己的人生是一些位置会重叠呢？咁或者每一个人听完之后、睇完之后都有唔同嘅諗法。如果你问我啊，我就会諗啦，其实真係有时啲嘢係嗰个叫做因果关系啦。有时可能你会发觉㗎，喂，我明明好好人㗎喎，点解我会遇到啲咁嘅人渣呢？遇到啲咁嘅坏人呢？点解遇到啲害我嘅人嘅呢？我平时都对人好好啊。咁亦都正如观城法师头先所讲啦，可能你係前生种下咗一啲未了嘅因缘，今世先至继续再嚟呢，可能所以先至咁样嚟揾到你呢。咁因此啦，所以我哋人生在世啦，唯有就尽量多种善因，将一啲唔好嘅念头又好，或者唔好嘅心态又好，点都好，咁要去除咗佢。即使个人要向善，咁你种咗一啲善因嘅话，咁你日后先至会有返呢个叫善果㗎。咁点样都好啦，其实有时好难去解释㗎，即係点解我会遇到呢咁嘅情况呀，或者遇到一啲咁样嘅咁不幸嘅事啦。唯有嘅就係叫做努力做好自己。咁正如观城法师头先嗰度都讲到啦，慈祥、博爱、宽谅、关怀、清净自在嘅心，我諗呢一个係我哋做人啦，都希望自己能够可以时常到抱持到嘅做人处世态度，咁样就最好啦。当然啦，人非草木嘛，係咪先？咁有时我哋都会好怒气会爆啦，但係点都好啦，尽量提醒自己做得几多得几多。
咁而头先咧，观城法师咧喺呢一篇嘢里面咧提到嘅佛教讲到嘅四圣谛苦集灭道，咁又究竟系乜嘢咧？嗱，个圣咧即系圣人嘅圣啦吓，咁个谛字咧就系言字边，跟住一个皇帝嘅帝，咁个意思即系咩意思咧？系叫做现实真理或者啲真实咁嘅意思嘅，即系你可以简单嚟讲，当系一种真理啦。咁呢个咧其实系古印度嘅哲学术语嚟嘅。咁而苦集灭道咁又咩意思呢？其实呢又有好大嘅大道理喺里面㗎喎。如果呢我哋能够了解到四圣谛初步嘅意思啊，我諗呢大家呢可能对于人生嚟讲，或者对于自己嗰个心境嚟讲呢，可能呢都有啲得着，有啲嘅启悟㗎喎。比如咁，对于苦集灭道呢四个字四圣谛咁又系咩意思呢？不如我哋一起听一听星云大师点样讲啦，好吗？这篇文章是来自星云大师《星云法语二》里面的一篇叫做《生活的佛教》，他讲到就是四圣谛包括苦、集、灭、道，这些是佛陀正道之后初次在鹿野苑所宣说的法教来的，以此教导众生超出生死轮回。第一，苦谛是指世间有生老病死的苦，以及怨憎之人共聚，所爱者反而别离，又有身心上各种无以形容的苦，这些亦都是泛指一切身心苦恼的状态。其实佛教所讲的苦，目的呢是为了等我们知道苦的实相，这样才可以进一步寻找灭苦的方法的。因此呢，了解苦的存在只是一个过程，怎样离苦得乐，得到解决，才是佛教想讲苦的最终的目的。第二，集谛是指形成生死痛苦的原因，众生由于无明、贪爱或者其他不同的烦恼驱使，而积集了种种恶业，然后依照种种的报业来招致种种的苦果，众生遭受的苦果往往都是不知自省，反而怨天尤人，更会在迷惑颠倒再做生业，服成苦因，如是者烦恼业报辗转相生，苦上加苦，譬如羊汤止沸，只见滚上加滚，无有已时。第三，灭谛说明由苦所聚集的烦恼的痛苦可以到到解脱的境地，灭即是直灭的意思，是指灭尽贪嗔痴这些的烦恼，而显出了清净的真如体性，在知苦短集之后由修道所证得的解脱境界，亦即是指灭除了烦恼、痛苦、人我、是非、差别、障碍等等种种的无明，而获得了一种境我而一、超越生死、自由自在、光明幸福的圆满境界。第四，道谛，道的意思呢即是通达的意思，亦即是指透过三位学、八正道的修持方法，可以离苦得乐，证得究竟涅槃，亦即是从痛苦的此岸到到灭盘的彼岸所必经的道路。苦就好像一个人患病一样，集就是代表着生病的原因，灭就好像病得到痊愈，道就好像治病的药方一样。我们之所以要学佛，正是为了除了断绝贪嗔痴这些的种种烦恼以外而趋向灭盘的境界。所以四圣谛是讲解脱的方法，我们依此可以明白到真理，迈向解脱的道路。佛教有八万四千的法门，以对治众生身心上的各种疾病，但是这个是浩瀚无边的佛法，那究竟怎样去修行呢？所谓药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人生的路上只要一滴佛法甘露，已经可以叫做受用无穷了。那所以什么是佛法的生活呢？那星云大师就有四点的看法了。第一，苦谛；第二，集谛；第三，灭谛；第四，道谛。不知道大家听埋星云大师所讲的四圣谛苦集灭道之后呢，有啲咩感觉啦？简单嚟讲呢，即是一个离苦呢嘅四个过程嚟。咁我哋如何去做到呢？或者可能我哋要听多几次，諗多几次，思考多几次，或者呢真係好唔好彩地啦，我哋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嘅时候，我哋点样去諗下有关于呢啲佛家嘅智慧呢？大家有冇听到呢两位师父啦所讲呢都有三个字呢都有出现过，就係叫做贪嗔痴啦。咁即使讲到啦，我哋人啦
的烦恼或者一些叫痛苦，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三个字而起的。咁而头先里面提到嘅三位学啊、八正道等等嘅修持方法咧，嗱，如果呢度要再解释落去、再讲落去咧，就真系好多同好长啦。咁其实简单嚟讲咧，都系叫大家咧抱持住一个叫正念啦，同埋正向啦、慈悲啊，做一个好人啦。简单啲嚟讲，如果你能够做到嘅话咧，就可以算系咧离苦得乐嘅最重要一步啦。因为你个人咧已经好正向啦嘛吓。同埋如果我自己听完嚟讲咧，我一种感觉就系、是。或者话到俾我听系点样呢，需要咧好勇敢去面对你自己依家嘅痛苦，你唔好逃避，亦都唔好咧望下佢又唔望下佢，你要好认真、好勇敢，好似照镜一样。有时有啲人系咁嘅，佢照镜咧都唔会望真啲自己嘅。嗱，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啊？其实有时我都会嘅，我到有一日咧，突然间发觉我望一望真啲块镜里面嘅自己，咦？乜原来我系咁样嘅样噶？乜原来我？可能原来依家咧有啲须啊会生下生下咧就会生到咁样嘅，咁可能我自己都唔了解喎，原来个滴水咧会系咁样嘅吓，或者个额头有冇多到条皱纹呢？所以有时人咧，可能你以为自己已经睇得好清楚，但系咧其实你系未了解你自己噶。如果你连自己都唔了解嘅话，咁你又点会了解到自己究竟有乜嘢系咁痛苦呢？嗱，呢个系个好紧要嘅。或者尝试大家咧，当你遇到啲痛苦嘅时候，你可能试下问一问自己。我究竟有没有想清楚自己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痛苦呢？那问题在哪里呢？你有没有认真去想过，或者有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呢？我都明白的，自己都可能会试过，为什么自己不愿意去认真去了解为什么个原因会这么痛苦呢？因为你不想见到个真相，你不想见到那个原因，你是逃避着为你带来痛苦的原因。是的，有时现实是很残酷，但是如果不敢勇于去面对的话，这个痛苦呢可能呢就是一个好难搞、永远持续嘅恶性循环都唔顶嘅。咁希望呢一节啦，能够令到一啲咧想了解一下乜嘢叫做离苦得乐嘅网友咧，可以初步或者有啲啲嘅帮助啊。嗱，虽然唔敢讲话叫做好多啊，或者咧有啲比我更加了解或者知道更加多嘅网友咧，不妨咧喺呢一段留言度啦，一齐分享一下，咁都系好好噶。咁临尾啦，喺呢度讲一声啦，希望各位网友咧。都唔好话咁难过啦，亦都希望新耳哥咧去到一个好遥远嘅地方，可以能够咧继续听到我哋讲嘢就最好。最紧要咧就系能够安安静静咁样离苦得乐，咁就最好啦。多谢大家，拜拜。